什么小丑来了？今天有我的新闻啊！我刚才看那个新闻啊，看到忘了时间了。今天就这样子啊、哦，好，那我再讲我的新闻哈。LOL 资格赛刚报名就被禁赛，统神怒喷，有种禁周杰伦什么意思？其实他这个标题真的下得很烂哎，周杰伦那队又没有代打，他的标题真的下得很烂哎，我觉得他故意黑我的。哦是是是，哦好，哦好像是艺人，是是是是是。到时候连那个周杰伦那一队给我全部禁赛啊！不要被我抓出来，没有哪一队代打、啊。你老实嘞！小丑做效果，记者爱当真，这结果是小丑哎、欸。扣薪水不痛不痒啊，我也没差、啊，我也没差、啊。反正别人都赚的比我多那么多，我哪有差？拜托，台湾最知名的实况主哎、欸。那个收入，傻眼呢、欸！最后竟然给一个花枝丸去打，干！啊，我抱歉，刚那个字卡掉。我现在是个艺人啊，要保持我那个，要保持我那个深度啊，气度也要保持。给一个花枝丸去打、欸，哎，选了什么马尔扎哈逆命，什么蛇女，什么小的，那么乱玩一通。妈的，想到就不爽。还好社会是公正的、啊，社会是有公平正义的、啊，社会是在真理的一方啊。花枝丸打输了啊，花枝丸被刷掉，我知道啊，我只是说找那种咖去打，笑死人。但是在这次的处理上都是跟国外一样的，并没有偏颇，是非对错还是要分明。干你的！你的规章上面明就写说是升降赛期间、资格赛期间，什么意思？叫资格赛期间？资格赛是从12月16号打到12月30号，这叫资格赛期间，我理解也没有错吧？我才刚刚报名结束而已，真的要打资格赛啊？我才刚刚报名结束一天，你就说我一个人代打整队禁赛？弄弄脑啊！我知道你们的脑跟我没办法比啊，因为我转的那么快啊，转速跟马达一样啊，我知道你们转的没办法那么快啊，可是别人讲还是要听啊，我讲了几次啦、啊？报名结束，你这边7个人有一个有问题，那就拉下一个人啊？难道说那个打棒球的去打棒球，忽然间25个人有个人说，哎、欸？你那个验药没过，你那个就大家知道那个打棒球会验药嘛，怕你嗑药嘛。哎、欸，你那个服用禁药，整队不能打哦。人家在你报名前就规定好了，你在这吵啥？我就跟你讲了，他上面写的他们就是资格赛期间，你到底怎么懂到资格赛期间啊？资格赛是10月16打到11月21，那期间嘛，不是啊？你说。哦，你报名了，我们开始审查，查，你就队友有问题，你要换掉，啊，你就队友有问题，你要换掉，你就队友有问题，你要换掉，啊，你候补队员没了，你不够打，不够资格打，这样大家可以服气嘛，对不对？那不然就说，啊，你打一打哦，资格赛，换说，哎、欸，你资格赛好像疑似代打、欸，哎，你好像 IP 位置怪怪的、欸，你全队取消资格，这大家可以接受啊，这大家可以接受吧，没问题啊，那是我资格在代打。大哥，我报名完隔一天，你说我代打，那你前面有没有资料？你要不要先跟我讲啊？查的人也是你们，判的人也是你们，裁判、球证、旁听全部都你们，给你一个玩就好啦。脑袋破洞是不是？刚那个谁啊？等到报名日子结束了，隔一天，哎、欸，你上午在打，准备竞赛，那不是挖洞给我跳吗？不是啊，我不是那么容易跳洞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去别人打麻将，都是各种赢钱啊，你可以去问那妈酒神龟狗啊。我跟他们打麻将，我没有输过的、啊，我不是容易跳动的、啊，最后爆挂，借一就从2队挑一队买，妈的，周杰伦，你最好给我挑到好一点的队伍啊，你不要被我挑到里面有外挂的，你老实哎、欸，当初那个 YCSM， 妈的香港他妈死港仔大队，整队代打，居士还特别开个条款给他们打，干你老师，我他妈的报名资格赛期间有一个人，其实我到现在
因为我也没跟他联络，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代打还是怎么样，还是怎么样帮哥哥还是什么，反正不管，报名写一个人而已，整队竞赛耶，操你的鸡舍，啊不，这样会不会被告？我是说，超哦，这个做体操嘛，对，超你，我要超你，你知道吗？超不，我说要对，我说要超你，对对，让这样超一超橘色，让他们就是醒来一下、啊。统神久没上新闻，一上新闻马上照着轰动，有没有什么登报感言？这个事情是这个报纸是哪一个报纸？我看一下。ET Today 东森新闻，东森游戏云。东森新闻好像有找我做过专访啊，现在好像还没成型呢、啊，因为太麻烦了，都懒得做。这个事情是今天已经12月23了、欸，今天已经12月23了、欸，然后这个事情是在上礼拜前。哇，真的这好久以前的事情了，我真的不知道对此要做什么回应了，因为好久一半事情，居社也装死，那你还要我做什么回应？我也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哎、欸，我刚也已经评论过了，这就第四。你们大家不觉得我很公道吗？你们大家不觉得我很正义吗？其实我老实讲啦，我这个也没多正义啦，只是我会站在事情的真理去做评论啦，真的、喔，大家真的以后都要跟我一样啊，站在事情的真理去做评论啦，真的、啊，哪个生活在台北市的人没有犯过交通违规？我以前也没有啊，直到被东海弄到两张罚单啊，真的是个垃圾，害我，2张1200，你回台湾我就跟你要。